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锋芒科技，我是小易。炎炎夏日，经过一整天的忙碌，傍晚太阳下山，能够喝一杯啤酒，搭配几串烧烤，与好友共同聊天，绝对是一天之中难得的乐事。啤酒酒精度数不是很高，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像是普通的饮料一般，同时冰镇过后用于解渴，让人十分畅饮，因此啤酒成为了夏天的热门饮品。由于啤酒的需求量很大，很多商铺都在店内安置了饮水机式的啤酒机，客户能够自己来啤酒机上接啤酒，也算是一种实用性较高的发明。如今有一个小伙子受其启发，发明了一款可以从杯底倒灌的啤酒机，就像是开启了摄像头的倒放功能一样，让很多人看过后都惊呼太神奇。这款能够倒着装的啤酒机是由国外发明的，发明者称其为 Bottomless Beer。 我们从宣传视频中看到，只需要将杯子正放着在啤酒机上面，杯子就开始自动装填啤酒，直到抵达杯口的高度自动停止，而使用者需要饮用啤酒时，只需要将啤酒从啤酒机上轻松移开即可。这样的设计具有很多优点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不用担心啤酒溢出杯口造成啤酒的浪费，而使用这种倒灌的方式装啤酒，啤酒产生的泡沫很少，为店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根据我们的记录，只需要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啤酒机就能够自动装填满一杯啤酒，而整个过程是不需要店员全程看管的。啤酒机能够自动检测到杯子内啤酒的数量，倒杯口即停止倒灌，很多人看到之后都表示震惊，这款啤酒机是如何能做到比人类还要精准的装灌啤酒呢？其实这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。发明者在杯子的底部设计了一个磁控的阀门，与啤酒机搭配使用，能够感知到杯子中啤酒的量。这种特别的啤酒机已经在国外很多餐馆使用，而且不仅仅是啤酒，这种啤酒机还可以用于盛装其他的一些饮品。你喜欢这种极具科技感的啤酒机吗？好了，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